这个平时已经不行了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这块还是把弄回去。你们也是拖了我脚才把弄来。弄起来人多嘛？包谷正在出甜瓜的，就去年一样下雨了，又要走。这个甜瓜子是没太丰富的，粮食又不值钱呢。你小舅子喊你到广东去打工，你去不去？去还是要去，可能过段时间。水来，
我回去几天，我奶奶就在小屋里啷个搞起了。我们现在没上那些，只要看账，接不接，请个假，你后天回去吧。 那长期那个国际。 也不是个办法，那他也不叫没出息呀。我听到那个农村跟老年人和你们那是一样，也是那个福气。他屋里的人没得办法了，就是给他当时没水的时候，把手往后头一探，结果那个老年人没水。 爷爷，你跑得好起来，没有别么地方好的呀。
喝水。今天尾哈。我快来一下。